我哋希望基金會其實我哋係 redefine leadership 嘅，我哋係希望可以有 leadership for all。領袖是一個 skill set， 是可以 influence 到，甚至不是幫你做嘢的人，可以一起成就一件事。咁我點樣睇失敗就是其實係冇得驚失敗呢樣嘢，冇人係冇經歷過失敗，只不過你睇唔睇到，知道自己快樂嘅源頭係乜嘢，你要了解一下自己嘅性格。咁你睇下自己的性格，做啲乜嘢會令到你會有滿足感啊？雖然我而家係做緊電影行業。但是其實我的初衷就是我很想做填詞人，這件事也是我花了很多時間去追求的東西。就是你要找到你自己什麼是踏著你的火的東西，而跟著去跟隨那樣東西去做。其實我們即是充斥著太多的 textile waste， 我一直都在想究竟我還可以怎樣救它呢？可能就是向藝術的方便進發啦。對自己一定要有個目標， Never too late，追夢你追到100歲都得嘅，嚇，你興趣係會伴住你終身嘅。DreamTeller Interview Series， If you can dream it, you can do it。明日女菁，明日女菁，你做得到。明日女菁，你做得到。